正的吃进了食物的营养吗？你认为说你吃的够营养，可是你不知道说前面怎么处理，然后过度烹调跟过度加工，它加工的时候又添加了不应该添加东西之后。 不好意思，你的身体变垃圾桶。很多东西它是过量的烹煮啦，或熬得很久啦，炖得很久啦，它里面很多的原来的微量元素，对，或很多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营养，它因为在这个大量的这个高温之下，可能就已经流失了。它其实可以带我们放大健康。哎呦，对，这个很重要哈。基本上，如果说你吃得好，吃得健康，基本上就救命什么？帮我们拯救我们的健康。 不一样的厨房，魔幻厨房。大家好，我是东东哥。今天呢，又来到我们魔幻厨房喽。魔幻厨房今天还是要给大家很特别的哦，有吃的，有养生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器法宝哦。但我现在不讲，还是先介绍我旁边的美女主持小黑。大家好，我是小黑，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呦，今天特别的好看哦！是吗？你知道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吗？哎，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的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常常可能会被大家就忽略掉了。哎呦，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真正的吃进了食物的营养吗？吃进营养就吃进营养，哪有什么真正不真正啊？可是很多食物，你觉得你可能吃了它，它的营养都进去了，很有可能在某些过程中，这个食物它本来的营养就因为某些原因就流失掉了。哦，这倒是啊。你肯定。 平时就很忽略这个，好，今天这题目我喜欢，但我更喜欢我们的特别来宾，对，都是非常资深，然后非常会讲话的。当然，有一位不能说是美丽的帅哥哈，微笑的帅哥在我们前面，这是我们的农业养生达人吴瑞忠吴老师。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又见面了，我是瑞忠，大家好。吴瑞忠老师，农业养生达人。 他可是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农业养生专家哦。吴老师经常深入各地寻找最天然的养生食材。他认为最天然的食材和正确的养生方式，能给人们带来最幸福的生活哦。哎呦，今天现场来了一个贵妇啊！哎呀，偶尔总是要装一下贵妇的样子嘛， 对吧？对，Nico老师也是我们节目中最受观众喜欢的，今天果然穿得特别好。那我们还是来欢迎一下我们最知名的养生达人Nico老师。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Nico老师，国内知名养生达人，各大养生美食节目的御用嘉宾。Nico老师推崇最天然、最健康的养生方式，坚信人的美丽是由内而外吃出来的哦。 怎么又来一个贵气？今天是贵气逼人啊！对啊，又是皮又是珠宝了。当然，这是我们的美食达人，我们的 Vivian 老师。主持人好，欢迎 Vivian 老师。好 ，Vivian 老师，美食专家。他为了探访美食，先后走访了日本、西班牙等16个国家。他在许多的杂志都开设了美食专栏。Vivian 喜欢用美食来感受生活。 他相信美食是可以传递幸福和健康的。接下来呢，刚刚都听到了，我们讲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嘛，你真正吃进了食物的营养了没有？看起来这个吃东西的学问还是很大的哦，不是随便就可以吃进去营养了。大家平常你们觉得你们平常吃东西大概是怎么一个吃法啊？吴瑞忠老师，基本上哈，现在吃东西大家都很方便，你知道。 开着车在都市里面哈，到24小时超商还有超市里面东西都非常的多。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那你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到底有没有吸收到全部的营养？这是问题。哦，Nico老师，你平常吃东西大概是怎么吃法？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们每天都吃很多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因为吃很多的东西而变得比以前的人更健康。是。好，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我们可能。 吃到了很多的是东西的垃圾，或是它的不好的这个内容，但是对，并没有把食物真正的营养吃出来。那吃的方法跟烹饪的方法，或者使用的我们的烹调的这个工具，可能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你会发现现在文明病的人很多，比以前可能种田的时代。 那个病症更多奇怪的所以就是跟我们身体吸收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你还蛮在意这些事情的。对。那美食达人，美食跟营养这中间关联性基本上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哦。像现在由于拜科技的发达，所以呢，今天基本上只要你什么时候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的哦。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古代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呢？比方说，哎，南方的蔬菜现在北方也都可以吃得到，北方以前的蔬菜大部分就是大白菜啦，是土豆啦。可是为什么现在哎绿色的青菜慢慢在冬天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那都是因为科技发达的关系哦。我只吃当令的一个季节的水果啦、蔬菜啊。听森威老师讲，我觉得森威老师其实在这个饮食上面还是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成分的摄取。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我们究竟是它的营养成分到底有哪些呢？事实上，我这边有带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板，就是说哈，那我们吃东西大概有分为这6样，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凡说的肉类啦，哈，或者是蔬菜类哈，大概比如说像第一个我们要看什么蛋白质，食物的营养里面的蛋白质，对哈，不要我们营养标识里面它标示蛋白质，蛋白多寡哈，关于到我们身体最基本的什么那个能量哈，还有脂肪。好，那脂肪其实有分，现在分反式脂肪啦，哈，反正一般的脂肪，所以说脂肪也是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还有什么碳水化合物，好，再就是像热量，人不能没有热量，没有热量就对，以前就不能动，跟机器没有油是一样的哈。第5就是我们的无机盐呐，哦，就是水钠，哦，人没有盐哦，大概没办法生活。是，对对对，还是说吃盐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对。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些像微量元素啊，像我们常讲钙啦、磷啦、铁啦、等啊、钠啊、钾、锌啊，其实人哈没有这几样啊，基本上不能生活嘞。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吃食物，其实要把这些东西很正确的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才会是健康。没错。哎，小黑，我问你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啊，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晚餐你会？就讲一个，你昨天晚餐吃什么？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把营养吃进去。你就直接讲吃什么。先讲我啊，我一般情况下其实大部分时候为了身材，晚餐很少吃啊，不吃晚餐。但是，我自己其实厨艺不是特别好啦，所以一般会就是速冻的水饺啊，然后有的时候那种挂面就会煮一些比较方便的东西来吃。我跟我一样，其实我喜欢，我常常就速食面泡一泡。吃了就好，因为它上标明了嘛，很多营养啊，什么这个成分、这个成分，对，所以我大概是素食面。Vivian 老师，我晚餐通常会吃的清淡一点，因为年纪也慢慢大，代谢变慢，所以我常常就是水煮的一些青菜啦，这些比较轻食类的东西，属于低热量的。听起来它的东西是比较健康和营养的。注重养生一定要这样。那专家呢？我晚餐也是这样，就吃比较清淡，比如说。烫的菜啊，或者是鱼，新鲜的鱼汤。那会生吃一些东西吗？生吃我一般来讲晚上的时候会吃一些属于像芝麻呀，就是比较安神一点，或枣啊这种，或是桂圆，把它稍微打一点，打汁这样子喝。反正不要太油腻就好。对，不要太油腻，重点就是不能油腻，因为晚上这是重点。因为晚上我们那个什么吃的时间有时候晚。比如说，有时候7点多才吃，其实应该5点多就吃，但一般我们有时候忙，就到7点多才吃，所以离睡觉的时间可能只剩2、3个小时，所以就不能吃那么多，对，也不能吃那么油。吴老师真的他们吃的非常养生的，那像我们男孩子就比较没办法，因为他要常应酬。如果说客人请我们吃什么，像昨天吃海产海鲜，就忽吃一堆。哎呀，我刚才这样听起来，大家好像晚餐也都吃的不错，也很饱，对，但问题是。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营养都吸收不进去。对，其实也不是。你看，像现在人为什么就是说，也都吃得很好，但也都有东西吃，对，也没有随便也可以吃到方便面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会就是还是现在人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对。其实最主要是烹饪的方法。对。很多东西它是过量的烹煮啦，不熬得很久啦，炖得很久啦，它里面很多的原来的微量元素，对，或很多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营养。它因为在这个大量的这个高温之下，可能就已经流失了。有时候又吃的太细了，对，或者加工，对，或者是我们加工的太多，对，或是我们放的这个盐太多，什么太多，就是它本身已经造成的负担，是我们身体越吃越负担，不见得是对我们越吃越好。然后锅又煮的太久了，对啊，熬的很久啊。现在讲精致饮食，对，但精致其实不代表是营养，对，所以现在日本也很流行，就是。简单的，好，然后甚至生机的、新鲜的，全食物营养，对，就强调全食物营养。哦，对，等于把一个全营养给把它抓出来，真正吃食物的营养，但并不吃那么过量的去。去破坏了它的方式之后再吃，就取它食物的精华吃下去。对，料理的过程可能会更减少，或时间更快。一些新的方式，这样比较不可以避免食物的这个流失，然后营养会造成不均衡。没错。那如果说像我们，就比方说我们两位这个长期吃这种什么速冻啊，或者说快餐这一类，均衡对结果吗？对，吴老师就会说我们不均衡。你们失衡了。那这样，吴老师有可能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疾病吗？基本上能归个几类啦哈。当然，如果说吃不对食物不会马上怎么样，但是会长期会造成怎么的吗？比如说像那个美女女主持人对不对哈？对。可能哈不喜欢吃太多的铁质的食物，也会造成贫血哦，因为会瘦身啊，重了啊，重。然后。那个像比如说平常我们少吃什么，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会什么低血糖啦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面不吃饭，对，他只吃蔬菜。对，还有小朋友啦，只吃一些炸鸡、薯条、可乐啦，会变什么发育不良，变成小胖，但是发育并不高，长不高，但是都很胖。对，小朋友现在这问题比谁都严重。所以说小朋友如果很胖，不是说营养不盛过剩，而是反而是发育不良。对他有很多小孩子，他很小就胖的话，他长不高的。对，所以你现在只要到菜市场一喊说小胖，然后就很多人回头，对，连我都转回去了。还有就是说，它慢慢累积会造成一些老人痴呆症。为什么？因为营养不够的时候，我们的脑力其实没有发育很完全。对，该吸收的没吸收，可能吸收很多不该吸收的。不该吸收的，所以这老人痴呆症还有什么症吗？掉头发，你还没老就先头发已经掉光了。哦，对。对，好，未老先衰哈。还有什么知道吗？一些什么糖尿病、慢性病又发生，哎呦天，容易产生，就会很容易导致像糖尿病这种病症。没有错，所谓的文明病，所以抵抗力也变弱，了啊！因为吃的食物不怎么太精致，不够均衡，没有吃到全部的营养精髓，你该吃的没有吃进去，吃进去都是吃些垃圾。所以现在垃圾食物很多，所以每年的流感的时候就简直倒一片这样。对，没有错，因为你认为说你吃的够营养了，可是你不知道说前面怎么处理，然后过度烹调跟过度加工，它加工的时候又添加了不应该添加东西之后，不好意思，你的身体变垃圾桶。等于食物本身的很多的营养价值被破坏。对，应该说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原来很多食物好的东西被破坏了，没有错。那问题是，现在生活就这么忙碌，就这么的紧张，压力这么大，我没有时间每天一早去摘点菜，回到家。有些垃圾食品它就是真的很方便，就很方便，但我没有办法一回到家花那么多时间在做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这有方法。哎呦，方法又来了，卖个关子，让观众。节目的好处就是，除了发现问题之外，还帮你找到答案。哎，还可以帮我们解决，帮大家跟之前观众朋友解决这个问题。我听说今天是刚刚Nico讲嘛，烹调工具和烹调的一个方式都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关键对。这里呢，我知道今天有人带来一台机器了，是吧，吴老师？是，你有给我们带来台机器，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宝贝箱的样子变了，这个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没有错，好像一个活观音放在那边，好像是这个哈达披在上面，哈达吗？观众朋友，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专家讲了这么多事情哦，营养够不够的问题哦，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意见，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和网址哦，你会得到更多的资讯。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个黄色的东西要煎。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当然，这个东西要到我们下个单元才会揭晓，就是我们的魔幻宝贝秀。收看我们本期魔幻厨房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拨打节目热线，就有机会得到本期节目中提到的法宝哦！赶紧拨打节目电话吧。滴水观音吧，我看。滴水观音是滴水观音，好不好？食物嘛，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这我最喜欢就是魔幻宝贝秀这环节。哎呦，看看它，哎呦，哎，有个底座，在网上看。我们要不要来猜猜看他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两个做菜的靠它，小朋友发育的需要吃比较多一些食物营养的靠它。哦，老人家牙齿不好的，那吃一根吃一个芒果，吃一个水果都嚼不动的，也要是要靠它。这个机器里面有一本食谱，就我发现呢，它可以做很多，包括甜点啊、冰沙啊，还可以做海鲜粥啊，非常多非常多。魔幻宝贝秀，魔幻宝贝秀单元，专家老师们根据自身的体验，提供最好的法宝来解决节目中提出的问题哦。好期待哦！每次哦，什么东西呢？魔幻宝贝秀我都心脏病。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对，可是我今天看到好像是一个哈达，我以为是一个那个佛像，佛像，我没有拜拜吗？对，我已经很期待了啊！我们看我们的小黑来帮我们揭晓一下，我来帮你们揭晓一下。我觉得这个任务好神圣哦！对，慢慢靠近它。一个滴水观音吧，我看。滴水观音是滴水观音，好不好？食物嘛，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其实我最喜欢就是魔幻宝贝秀这环节。好，看看它。 有个底座，有个底座，在网上看，要不要来猜猜看他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胖胖的吧，胖胖的，感觉个子还蛮高的。哎，哦，来，我在国外有看，我知道了，我就看过了，有刀哎，没错，现在最他们的，大家都有猜到。好，我们一起来看他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哎。 这长得有点像果汁机，但又不是果汁机，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对，它的全名呢？我知道了，叫什么？叫营养萃取机。对，但是少一个字，全营养。哦，全营养，营养萃取全很重要。哦，很重哎。来，所以它这样会很稳了啊。对，来，我们吴老师给我们解说一下这个貌似果汁机又不像果汁机的东西。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它虽然说不是佛像，但是它就是可以带我们放带健康。哎呦，对，这个很重要哈。基本上，如果说你吃得好，吃得健康，基本上就救命主，救命怎么？帮我们拯救我们的健康。所以我刚才说菩萨也算对了，对，没有错。那这个为什么叫全食物的那个营养萃取机呢？因为它不是像以前的可能是一个打果汁啊，或者是打一个简单功能而已。 但是这一部呢，机器呢算是法宝，好，它是可以帮我们把所有的食物的营养一次搞定，对，让我们一次来吸收它，哦，比如说家里妈妈懒得做菜的靠它，小朋友发育的需要吃比较多一些食物营养的靠它，哦，老人家牙齿不好的，人家吃一个芒果，吃一个水果都嚼不动的，也要是要靠它。那男孩子呢，你要吃一些。 比较特殊一些，像生猛海鲜料理的，也要靠它。海鲜料理也行，海鲜料理也行。我跟你讲，这个机器里面有一本食谱，就我发现呢，它可以做很多，包括甜点啊、冰沙啊，还可以做什么什么豆浆啊，还有那个海鲜粥啊、汤啊、芝麻糊啊，这么厉害。嗯，还有甜点，非常多非常多。嗯，甚至如果说奶酪。 奶酪，请问它有什么不能做？对，它有什么不能做的？而且又可以把食物的营养全部萃取出来，它可以做各式各样东西，是一个优点。但最重要是能把食物的营养全部萃取，全部让你吃进去。它原因是什么？那今天呢，为了让这一部法宝完全呈现，我还特别请了一个武林高手。武林高手，对，是高手，高手，这不是隔壁大妈就可以做得很好了吗？王老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好多惊喜啊！因为要高手来介绍。 用很浅显的方式来教各位哈、观众机前面的婆婆妈妈们了解这部机器的好用所在。那超级美女也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哈。超级美女穿着贵妇装，很优雅的，什么你知道吗？做料理是吗？对，没有错，然后不会喷得你满身都是。还可以做果冻哎。那我全都能。老师就说它是法宝，对，法宝。那。 这个人，我觉得来的这个人感觉也是个法宝，观众朋友很期待呢。大家期待之余，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和网址哦，可以知道更多的事情。马上进入我们最紧张、最能看到法宝的魔幻实验室。收看我们本期《魔幻厨房》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拨打节目热线，就有机会得到本期节目中提到的法宝哦！赶紧拨打节目电话吧。 它这台机器是特色是冷的、热的都可以打，这个硬的、软的都可以加就对了。可以，冰糖会把刀的、软的可以打的都可以加，只有手指头跟铁钉不要丢下去。哦，只要可以吃的都可以，冰糖直接把多少，多少按照个人的口味，哦，按照个人的口味，大概30秒就够了，30秒它就细了。 闻到海鲜的味道，比很多高级的西餐厅的那个海鲜浓汤还香。鲜奶油，鲜奶油，我们也让它搅拌。哇，这个鲜奶油，哎对，浪费了好多食材。事实上，你看，你光是省下来的食材就够了。魔幻实验室，魔幻实验室单元，专家老师们会用最科学、最专业的方法，验证节目中法宝的神奇效果。哇哦！魔幻实验室。 现在呢，我们看得到我们的第一个法宝，那第二个人物法宝啊，终于现身了。哦，我们的石老师，他是欢迎创意养生料理达人，多少名称啊，好多头衔哦。我背了10个小时才背起来。真的吗？对，他有个很好的一个英文名称，叫 Blender。 好洋气，好霸气 ！Blender 来解释一下，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在国外哈 ，Blender 它其实就是调理机啊。那对，所以因为我常常在从事的这个养生食材的时候，常常需要到这台机器。那久而久之，大家就把我叫成 Mr Blender， 哎，就这样子。那像经常开车的话，人家就叫我 Car 先生了。哎 ，Mr Driver。 那这台机器呢？说实在，我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去那个农业展览馆看有这台机器，我自己把它买下来试用。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在从事厨师的工作，那用掉很多的，有的不堪用，一两次就坏掉了。对对，市面上类似的好坏差很多了，而且仿冒好像也很多。对，良莠不齐。对，应该满街都是。看起来一样，里面大不一样。对，打了容易断。那我就买了这台，我自己在试用。哎。 真的很好用，哎呦，真的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那赶快试给我们看吧，我们期待好不好？我告诉你哦，很简单，它这台机器是特色是冷的、热的都可以打。哎呦，哎，它这个杯子呢是聚碳酸酯，耐热到140度，它180度，所以可以打热的就对了，热的、冷的都可以打，这很重要。有些看起来像这个，但其实不能打。对，没有错。那我今天呢带来一个比较养生的地瓜腰果豆奶。 哎，再说一次，养生地瓜腰果。哎呦，好想喝！地瓜腰果还豆奶，哇，一定没有喝过那么养生的豆奶。好，那我今天对豆奶重点。今天我带来我们准备的食材，第一个冰糖。冰糖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好的东西，直接打腰果，直接打，太硬了。地瓜、黄豆啊，这么硬的也可以打？对，当然可以打，所以它叫做全食物的营养萃取机啊，而且它操作非常方便。第一个，我们把盖子打开。 哦，把你要的食材加下去就好了。哦，通通把它放下来。好，就这样加下去，就这样加下去就好了。这个冰的、软的都可以加，就对了。可以，冰糖会把刀的、软的、可以打的都可以加，只有手指头跟铁钉不要多下去。哦，只要可以吃的都可以，冰糖直接把它多下来，多少按照个人的口味。哦，按照个人的口味。再来，我特别介绍一下，口味比较甜。黄豆，我事先用水煮。 5分钟就好了，因为它有个好处，我可以打冷的，可以打热的啊。哦，那传统你要泡水泡很久哦，那你如果你去煮的话，你也不晓得它黄曲毒素是不是有把它洗掉了。那我是丢下去冷水一起煮，滚了5分钟以后把水倒掉，捞起来放冰箱。我要打冷的、打热的都可以的。哎，可以试试看，有是不是很硬啊？哎，它是煮熟，但不是煮烂，还是硬的。你吃生就知道了。哎，煮熟不煮烂，哎，煮熟不煮烂。对，地瓜也是一样，我水煮或蒸或烤都可以。 哦，直接把它剁下来。切碎吗？直接打碎。哎，因为我它很方便。哎，那可是你们都可以注意到，我用的食材很省。对啊，用的食材超省的，到底打出来是就这么一点点。然后用这一台机器呢，它有个要领，第一次加水的时候不要加太多。好。哦，不要加太多。哦，就大概盖过刀子就好了。嗯。如果 Mr. Blender， 你可能要多打一点，我们有好多人都等不了了。把这个盖起来。 那我要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们冷的、热的都会打啊。这我介绍一下，这个叫开关键啊，开关键对，有开它就会动。中间这个叫旋钮键哦，这边是最小的，转到这边是最大的，就调马力的嘛。对，调整速度就对了。那因为我们会打热的、打冷的，所以我们在启动机器之前，确定开关是在最小的位置。如果你没有在最小的位置，你打开的时候，怕你盖子没盖好，碰水喷上来。哦，安全，安全第一。 现在我检查开关的最小，先启动，哎，它不会动，为什么坏了？哎，怎么会坏呢？马力最小啊！对，上来了。那你可以帮我计算一下时间。那大概30秒就够了，30秒它就细了。现在呢，其实它已经开始看不到什么颗粒了。我还把它稀释了。好，上面可以直接加水。我直接从这个扣子把它倒下去。哦。好，可以了，多久？哎，26秒，26秒。真的有认真的在数。 很神奇耶！哇，热腾腾的耶，还冒着烟呢哈！全食物的营养，哎，凑近一点，好香哦！好香哦！哎，还是热的呢，还是热的，热腾腾的。这样很快，让早餐26秒解决了。像如果你不是从事这种煮豆浆很大的劳动者，其实早上一杯这个豆浆，你的营养都够了。还有，因为你地瓜它还有淀粉质，对，而且它是属于碱性的，哦，它可以综合你体内的酸，而且我很建议加一点腰果。 来，腰果本身它想喝，我们好想喝，超想喝！在这个豆浆里面加地瓜，还要加腰果，非常养生。地瓜不是纤维很粗吗？但是完全没有看到哎。它的底部都是一样，它都打的一样的细，而且颜色这底部没有像我们那个不用，现在不用滤渣吗？完全不用过滤，渣把你喝进去哦。所以全食物细的，全食物的营养。 就包括膳食纤维都在里面。对，没有错。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就那个底边都是没有那种碎渣渣的，没有任何的残渣。哎，看一下。哇，好厉害！太神奇了。好，我们现在给老师来。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来喝看看。还有一杯是来这边我的，那边还有一杯。好，来吴老师，还有一杯。好。 喝看看，我们要不要先闻一下？你们都先喝了，很香的味道，好香哦！真的没有渣，哎，真的没有渣，对对，而且口感非常好。其实你看那个地瓜、黄豆都应该渣比较多的，26秒一点渣，哦，真的很赞。但有一种纤维的感觉是有的，所以它是全食物的感觉，对对对对，纤维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强调全食物的营养，确实是有它的道理耶。因为人本来就是要吃一些有用的膳食纤维，好好喝。那这些渣渣就是要让你吃进去的，对对。 而且它这个那个番薯还是什么地瓜是很好的一个食物，碱性食物，而且排毒啊，淀粉质。感觉浓浓的。平常我们用那个豆浆机，如果做豆浆，起码20分钟，还要过滤呀。像一般我们传统做豆浆还要过滤，至少20分钟吧。然后自动加热，刚刚我们那个也就26秒。而且它的那个豆味太香了，它的豆味是。 就是很天然的那种豆味。而且我要跟主持人再提醒一下，像地瓜它本身的植物性胶原也很丰富，植物性胶原，对，而且它含有这个黏液的多糖类那个物质也是很丰富的，所以它对心血管的疾病的预防相当的好，所以说非常的健康，对，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健康。老师，我用平常的果汁机可以打得出来吗？应该打不出，应该打不出来吧？可以的，但是可能它没办法打得那么细，再来它可能打没几次就坏掉了。哦，还有营养成分可能对会流失掉，会流失掉，因为它打太久，时间就氧化嘛。我们切一颗苹果摆在这边，是不是会黑掉？对，因为它打太久，它就会氧化掉了。那石头大哥问你，那这样子那一盘你花多少钱？材料？应该不到5块钱吧？不超过5块钱，几个人喝？我们几个人喝？1、2、3、4、5，5个人喝。哎，不是，我觉得钱倒是花小钱，至少大一点，对，这很重要。对对对，因为它整个食材都不浪费，全部让你吃进去。所以你各位刚刚看到我这边食材都一丁点一丁点而已。那是不是它的刀片很特别，才有办法打出这么绵密的？是啊，然后它的马力是不是特别强？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哦。第一个，它。 这台机器它是足1200瓦，什么？足1200瓦，瞬间它可以最高到达1500瓦瓦力吧，瓦力1500瓦特。这个转速是转速，它这个最少都32000转以上，1分钟吗？对，最少1分钟32000转以上。其实机器的好坏最大的问题就取决于它马达电机强不强悍，除了。 马力要足，再来是电器要够强悍，再刀片要够好啊！哎，刀片要够好。很多市场上的仿冒品，好像打没几次刀就断了。是啊，我还有一次买就烧掉了。对，它就是只是模仿用到它的精髓嘛，可能它的钢材用的不好，它可能用430的，或者它是在硬化的处理的时候没有处理很好，因为这其实都有很大的小问题。对，它硬化过头的话，硬够，但是它变脆了，所以它在打很硬的东西或打。 比较多的东西打个2、3次刀子会断掉。所以呢，我们看这机器不能只看外形。对。然后它最主要强调就是说，因为它的刀可以把那个食物的细胞壁把它击破，对，所以让营养真正的吸收，所以才叫营养机嘛。没有错，没有错。而且这他那个喝完了，对，而且我很想。再喝下一个料理。不要看我杯子里的，下一道不要看。而且它那个刀真的好厉害，你看我们平时一般在家里用果汁机，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是不是水很少？是。一般水很少都会卡住，就动不了了。对对，它还是动的快快快，很快很快。它就是它马达没有2分钟是打不出来的。对，而且还要过滤，一般还要那个渣渣还要过滤。 我们都直接喝完，就直接喝完了，就证明了你看都没有渣，哇，实在是太好喝！你看大家杯子喝完了，我喝到都发热，只有我还有哇，热汤。石老师，我们最重要是赶快进行下一个，好，好期待海鲜浓汤，好漂亮哦！海鲜浓汤，用这个机器做耶，是的。像我现场就是要教大家一个最简易，然后又好喝的海鲜浓汤。那我们先准备的食材，这个是我事先炒熟的大米，你也可以用糙米都可以，白饭也可以，但用米会比较香，比例非常多。对，然后呢，虾子4只哦，多少看你个人的喜好。这个虾子要不要剥壳？不用，整个丢下去，这水煮过的啊。 洋葱1/4颗，因为洋葱本来就可以生吃。对对。再来就是我们外面卖那个玉米粒的玉米罐头，调味东西要营养要好吃嘛。对。再来南瓜，南瓜生的也可以吃，而且南瓜籽都一起下去。我刚才想说，这南瓜籽要。南瓜它对这个前列腺跟射入腺都很好。你为什么要看我讲？那我们一样哈，把食材一样就把它放下来。我如果想放一些螃蟹，也可以，也可以，螃蟹也可以，螃蟹也可以，一样打得碎，没有错。需要去掉壳吗？哎，不需要，不需要，连壳去打，那甲壳素很养，才这么多，一点点而已就够了。米，而且米这么小，它可以打得到，而且米很难煮熟，对。 可是有时候煮要煮好久，用打的就把它打炒的。嗯，其实干炒很容易，你要洗过，水洗过以后就放下去炒，比较香，对不对？对，比较香。然后金黄色点爆开就好了。然后你把它放在保鲜盒里面，可以放1个月都不会坏。哦，那很方便。你今天是打咸的，你也可以打米浆，也是用这种米来，超好喝的。哦，所以就不用熬半天了。对，就不用去熬半天了，熬5个小时只要5分钟了。我看你连刀子都没有在用，是吧？ 几乎都很少，只是切一下而已，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让它香要浓，再加2片的起司片，哇，太香了！对，海鲜浓汤，好吃哦，好期待，好期待！海鲜和浓汤，那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机器做的，对，同时做再加就好了，最后加，对，最后再加就好了，因为它本来就是成品，本来就是熟的。我觉得它不是一点点的水吗？它不只是营养萃取机，它是大厨师，难怪厨师爱用。 所以是法宝，所以我刚刚讲过嘛，一开始水就不要放太多。哦，对，它你只要记得，它使用的时候水不要一开始水不要加太多，不管你打冷的打热的都一样。再来确定你的开关在最小的位置，这个大小键。好，打开，哎，好，打开。哦，真的有碎掉。它声音越来越没有声音，越来越小声，它就是打气了。 认真数，不要开小差。那现在好了，我们来把它稀释。哎，已经开始很粘稠了，已经开始很粘稠。它已经起浆了，现在把它稀释。有一些小小的颗粒。哇哇，冒烟哎！已经好了，我现在给它搅拌来加味啊，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很浓的。哇，热腾腾的浓汤。我们现在把玉米哦加进去，让它搅拌就好。哇，这么都闻得到了，已经闻到，太神奇了。哎，飘一点，飘一点，已经闻到，我已经闻到。然后呢，再教你们一个法宝，这是鲜奶油，鲜奶油，我们也让它搅拌。哇，这个鲜奶油，现在只在做完全一个人在做搅拌而已，对，搅拌而已。再来这一个。 这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爱喝香松，它里面有坑鱼、海苔、天然的调味料。对，我们都是撒最后调味而已就对了。放一点调味料。对，放点调味。其实要放什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哦。好，可以了。可以了。哎，颜色有变好看很多的。哦，非常浓哎，这边就闻到味道。海鲜浓汤。 我其实我心里有在默默算一下，好，如果搅拌的时间不算的话呢，大概是30秒。那如果把搅拌算进去呢，大概是1分半。哇！所以它的那个汤非常浓郁。哎，那职业妇女回到家只要花10分钟就把一道就把很多1分半就可以把海鲜浓汤熬出来了。对。太方便，你看看有多少营养在里面，而且没有放任何的这种烹饪，不需要花去熬，这也不需要添加太多的那些人工加味在里面。吃到那个虾壳，对我也在担心这个，因为它是整个虾子进去打，对啊，那个虾那个须须啊，会不会很渣？嗯，而且放了好多高热量，我有点怕怕。来，我们现在可以来试试看。好，我来拿3杯好了。来，老师们。 哇，海鲜浓汤哎，好浓郁哦！哇，哦，哎，这边给你。好，谢谢。好香哦！对，哇，闻到海鲜的味道，比那些高级的西餐厅的那个海鲜浓汤还香。人家外面好多那种浓汤是那种即泡的，其实都是不一样。对，赶紧喝。像如果你要给小朋友的话，要好喝，你可以盛在一个哦，天哪，以后在上面给它绕个2圈，这样子就觉得哎很好喝。哎，我知道那个。 那个是上面你们撒进去的那些，就是调味哦，对。可是没有任何虾壳嘞，没有啊，完全没有哎。而且我们可以看这个baby，它会有一些，对，它这就是这刚刚加的葱，我故意让你有口感啊，有点后再调一点口感，吃点东西的感觉啊。而且好像没有放什么盐啊、味精这种调味料都没有，很天然的，全食物的海鲜汤，嗯。 这样做真的不是5星级厨师的手艺，而且是完全新鲜的食材。你是靠这个混上大厨的吗？哎，当然光靠这个是不够的。哦，原来我还有很多法宝，如果下次有机会来的话，再介绍给大家。哦，原来你是靠这个机器得到厨师大奖的。不要把我的秘密讲给那么多人知道。哇，厉害厉害！哎，真的太好喝了，对不对？那么多营养东西全部浓缩在这里面了。 嗯，真的好好喝哦，比那个真的是5星级料理的那种还要好，不是像那个本地泡。真的浪费的很少，嗯哦，而且浪费了好多食材。事实上，你看，你光是省下来的食材就够了，嗯，你省下来食材就够了，哇，对不对？省钱又方便，省钱，而且呢，又就是说，如果客人来，你这样很快速就熬出一个浓汤给人家，嗯，好棒。 这台机器呢，其实在用的人已经很多了，而且他们有好多心得，对对对。 还写成一本书呢。是啊，我刚刚讲那本书啦。今天我们石老师呢，还带来很多在用这个机器的他们的使用心得和想法。我们来看一下 Vivian。大家好，我姓张，之前呢，我会经常在一些超市买一些个罐装的饮料，但是呢，据朋友说，罐装的饮料里面都含有一些个添加剂，对人的身体不太好。 后来呢，经朋友介绍，我买了这台营养萃取机。这营养萃取机的好处呢，就是能把这个我们所那个制作的这些个饮料啊，像豆浆啊，或者是打靓汤啊，或者是做一些个水果冰沙呀，都可以能把这个里边的营养充分的发挥出来，对我们的身体呢会很有好处。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来用这个营养萃取机打豆浆。我们呢要把这个黄豆呢，泡一下，用热水泡一下，然后呢把它倒入这个容器里边。我们打豆浆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把这个水一定要没过这个刀具就可以了，然后把盖子盖上，开开机器，然后先从小开始打。 我们再加入热水，热开水，好，我们再打几秒钟。 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直接饮用了。把它倒入杯子里边，一点渣子都没有，这里边。 这样我们就可以喝了，很好喝的，新鲜、营养、方便。哇，好神奇呀、啊！我看了 VCR 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养生达人都已经去使用这台机器了。对，像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女的立法委员，啊、她也是因为自己患了癌症之后，她改变她的饮食习惯，就用这个机器去。 调养自己，去做三餐跟食物全营养。然后也有一个官员，大家应该还蛮有名的。他官员，对。然后他是自己得癌症，然后他老婆也是用这台机器，就一直帮他调养，就是做调理身体。对。然后出了好多书，因为吃到全营养嘛，对于我们有些癌症病患来说，他对他恢复是很有帮助。对，没有错，这很重要。而且看到他就可以做粥哎。 对呀，不止吧！我刚才偷看你那个食谱，还不做粥做什么一大堆，什么奶酪啦，所以我说啊，它不是一个单单的营养萃取机，它更是一个大厨师。对，家里的厨师，请了家里的厨师。而且你像刚才我们之前说，我跟东东哥一般吃一些什么速冻比较方便的食物，对，又没有营养，可是这个又方便又有营养，比我们现在要划算多了。对。 而且健康，对，没有错。观众朋友刚听我们这样讲，还看了那个，我要带回去，是不是也会很想要得到一台呢？赶快打电话，还有上网址哦，这样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呢。但是呢，你不要看我们，刚才石老师已经不在了，我们给他放在旁边，因为我们规定他还要再做3个料理给我们5个人吃，对，大家享受全食。哦，因为我们今天实在太累。对啊，对，没错，实在太馋了。实在太馋了，观众朋友，我们急着要吃喽。那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我们去吃东西喽，拜拜，拜拜。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宗。今天帮大家介绍一道所谓的碱性的果汁。那我准备的材料有这些，比如说像我们随手可以取得的红萝卜、苹果，还有香蕉，就是我们家常用的这3种水果。那我们在打果汁之前呢，我们依序呢，先把红萝卜，这比较硬的红萝卜，先放到我们的全营养萃取机里面去。那记得哈、哦，观众朋友在家里用果汁机的时候。 要记得看能不能打红萝卜，因为我现场是没用滤网的哈，所以马力一定要够强哈，刀片一定要够力，否则的话打起来一定会不顺手的。好，我们把食物一次全部加进去，好，因为记得哈，观众朋友在家里面打果汁的时候一定要切记黄金60秒，好，你不要哈花费太多时间在打果汁的时间上，否则会氧化掉。我现在全部加进去，然后水适量就好了。嘿，旁边有人那个。 有工人说太多，其实不会哈。记得果汁机很重要。如果说你果汁机是那种传统式的话，这铁定太多哈。但现在绝对是不会。好，那我们时间上哈，依照来，好，先把转速调到最低，然后开关打开，然后慢慢的，然后慢慢变大。好，它的棒子呢就在最大。 好，好，这样一杯我们全营养的碱性的果汁就完成啦。那记得观众朋友在家里面哈，如果说哈这个太浓稠的话，你可以加点水下去。那我现在打的就是纯果汁哈，完全没有加太多水在里面的，这样就一杯就好啦。 好，这样一杯哈浓稠的全营养果汁就完成啦。观众朋友在家里面，如果说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但记得哈要挑对水果哈，挑碱性水果，也要使用哈全营养的什么全食物调理机，好才能打这杯果汁。好，到现在谢谢大家，谢谢。